成本控制贯穿于专案建设全过程，关系到建设专案工程造价的高低。对于成本管控，合同要管理得当，才能控制专案的投资风险，保证公司获得更多的合理利益。站在公司利益的角度，严格执行合同，与各部门同事积极沟通，配合项目部的施工进度，及时完成工程的招标、变更价款的估算、进度款的拨付、合同的编制及结算工作，把项目成本控制在预算之内。密切关注东莞本地造价行业动态，主动收集项目周边工程成本数据，提供给公司领导层决策。在嘉华工作会很有满足感，嘉华就像一个大家庭，遇到问题时大家都是上下一心，共同努力去解决问题，完成嘉华优质品牌的宗旨。我有信心与公司一同打造更多优秀的方案。